真的没有人。哇哇，真不错，就稍微感觉刹车有点硬，且会礼让行。真的没有司机啊，家人们，每个车道都能看到你的路况，然后包括这个旁边的小人打了伞都能看到。这个红灯罗莫明明可以过去，他就非常的慢，然后他就完全不考虑过。交通不便，然后加上价格便宜，如果我住在什么市中心什么，那肯定就地铁公交比罗莫更便宜。最开始我坐的那个价格2块多一点，正好大概3-4公里的路，现在是显示原价是已经变成8块了，然后他每次他会送优惠券。当时我最快我记得没有超过40过，现在有60了，就跟出租车感觉差不多了，挺快的。2022年那段时候，到属于是繁华一点的，一定会有安全员，比较复杂的时候会接管。我已经感觉有半年多没有见过安全员了。行行行，不走都走，要不走都不走。啊？倒什么？他妈倒了个三个点。司机师傅可能有时候有一些没有什么边界感的举动，比如说跟人家闲聊什么的。就那么远啊，回去接不到单了，唉声叹气，然后车里卫生不干净什么的。虽然后面有监控，但是无所谓，他反正又不会从屏幕里钻出来，也不会跟我说话。然后有放歌的功能，上去直接更换账号之后，把音量直接拉满，是出租车或者公共交通都给不了的。